无啥，啊，所以迄、那个就是会等安尼，啊，所以我诶、医疗主管吼，尽量去慢来讲，想讲啊拉到外面来，啊，我医生才有足好诶医疗伊拉吼，嘿、啊，我所以讲，咱会当为迄个门诊合作开始，吼、啊，所以迄、那个即卖就是讲，咱只甲是互人较用诶面心脏病啊，胃肠诶问题啦吼。啊，骨头的问题啦吼，啊，查甫人泌尿的问题，等等吼，所以开始几科开始合作，吼、哦，啊，会当互咱迄个周围的迄个乡镇时段要就医较方便啦，吼、哦，会较方便一点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嘛会当提供迄个较好的，更较好的迄个医疗品质啦吼，啊，来看讲，我医疗品质。嘛是对阮家己啦吼，因为迄个社区的病院有社区爱处理的问题，啊，阮伫开个病院，可能平常时也袂去处理的吼，啊，所以嘛是咱，阮会当讲啊来迄个交医生吼做一寡合作，啊了解一寡开个病院需要的问题吼，咱大家合作会当迄个提升咱台北地区的医疗水准啦。